光天化日，能不能注意点影响？不好意思，我家狗狗不小心弄掉的。狗狗？好吧，再有下次我可不客气了。不对，他们家里根本就没有男人的生活痕迹，刚刚那声狗叫响得也太及时了。他在向我求救。那个男的果然有问题。谁啊？又怎么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我反思了一下，是我的行为欠考虑了，这是我的一点歉意。好酒好酒，这一瓶得好几万呢。啊，是吗？我也不太懂，朋友送的。哦，我车里还有一箱，都给你吧，就是不太好拿。我下去帮你啊，美女。麻烦了。你知道楼梯的声控灯几秒一熄吗？啊，五秒。哦，美女，怕黑的话离我近点啊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啊。啊，你就是故意的，我饶不了你。危险已解除。哼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